Shan, you really horrible. That's what you're cooking for her. That's you did. Put it in the bin. She's not eating the shit like this. No. Put it in the bin, please. 看看她给妞烧的饭，还让妞吃。And you want to record me while I do this? 看看爸爸弄的鸡蛋哪样？还好。你看，爹爹又重新煎的，挺好。这，你为什么先吃面包，最后吃鸡蛋呢？你应该留着面包把那鸡蛋给弄了。你看那鸡蛋扔了，可惜了。吃吧，小妞很喜欢吃这个芒果。昨天妈买的，是不是？哦。好吃不好吃？好吃啊！剩下半个晚上回来吃，要不然上学带吧，上学带半个芒果吃，好不好？芒果已经不好了，该吃了。不凉了是不是？对啊。你要吃凉的，嗯，你看他要吃凉的。那上学带一个苹果好不好？好。嗯。嗯。快点，动作迅速。你知道。嗯。把这芒果吃完。嗯。俺的朋友。嗯。他吃的 same thing as me， 他已经 positive 了。小妞说他们一起去那个旅游的小孩回来了，有人阳性了，小妞还好，所以说这个确实啊。好，赶快走吧，你爸说你管呢。打招呼小妞。大妈的生活马上就会被什么，所有啊，我的吃喝穿用都会被这个货品所包围啊，朋友们。今天不直播，晚上才播，带着小妞去大妞那儿转转。看看，我带小妞来找她姐姐。大妞，展示展示，妈给你拿了东西。看看我来拿了多少吃的。我转看看大妞住的地方，那是大妞电脑，一个小厨房。我今天给你带了好几个水杯啊，大妞。小妞过来，好，我们三个凑合拍个照片，可以回家剪。快点，靠妈，靠近。你能不能把头低低？你那个大脸看着精神肉。你看现在你妹的脸比我脸都大，你看看是不是？你的脸，你大妞，你看看我跟你妹，我俩脸谁俩脸谁比脸大？是不是脸比我脸？都是枪毙了。宋刘。真的，你比妈脸都圆。现在朋友们，我今天心情有点好，为啥呢？我去健身房，昨天举重觉得可累了，半个小时就回来了，一般在那儿待两个小时。回来了，我走之前交代让小妞弹琴，我刚才在楼下就听到她在弹琴了，证明她爸爸监督她了，知道。小妞其实很听话，现在在检验他妞爸在干啥。Daddy, what I say? I said take the meat away. No, it's still in the oven. You know what's funny, Song? Kaka. I did the. How was that? 哎呦。去弹琴吧，妞。别痛啊，烫的。不会呀、啊。每次聚会。我都要烤这个肉，不管大人小孩都好吃。今天我老公都烤了点失败了。I've never wanted to beat the shit out of a kid so hard in my life. She puts the wet towel back inside underneath the sink. Really? Yeah. You don't know how hard I want to smash her, son. Cause the what you teaching her?It's really annoying. Out of all my life. And you think that's fun? Well,
OK。谢谢谢谢宝贝儿，谢谢。你看看，谢谢你哦。真好。嗯。谢谢你，看看这。去玩吧。养个姑娘还是哦。嗯，好好。你看。我姑娘现在我昨天个炒鸡蛋，咔给我那个油没热，我倒进去了，我炒的黑乎乎的，炒的黑乎乎的，我说她了，她爸给我这个叫，用这个叫，为什么？哎，你不要凶她好不好啊？啊，怎么的？她什么都是不，什么都是不从不会开始，然后怎么？要不别的？嗯，那油还没热，她可能给我鸡蛋倒进去。每天她哄我。Daddy come here, massage my feet.Yeah, I was doing that before some. This isn't a show, man. You're good. 我已经干了，妈妈。朋友们，看看今天大妈不去健身房，我们一家三口去公园跑步去。大妈身上穿着个小背心啊，这个小背心是可以外穿的。看看这个景色多美。什么掉了？电话。电话呀。Wait, what's the phone?Another phone now? Yeah. 他的电话已经不能用了，都是拿胶带粘着了。Run, Daddy, 他刚才在跑的时候把那个电话又给掉地上了。跑很快啊。你快点跟爸爸去跑。我也跑。我也跑，我出汗了。朋友们，看看，哇塞！哈哈哈！很多人说大妈看着老，五十岁的人这种状态完全素颜老吗？看他俩已经跑哪儿了？他俩已经跑很远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老过，就是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老了。我刚刚追上他俩，然后我老公说你再跑，我累了，跑不动了。你累了，爸爸还没，你累了。牛爸已经跑了，我找不着了，已经，我不跑了，我太累了，跑不动了。看看跑哪儿了，你爹，跑那儿了，你看。不跑，跑累了。看看大妈作为一个带货主播的一天，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出去朋友家吃饭。我朋友家里买了新房，我们要去给他了锅底儿啊。这个锅底儿叫我了一个月了，终于在我这个直播被封了这个三天哈，达成了这个愿望啊，去我朋友家。看到没？鞋子，大妈有，在大妈橱窗里，还有这一个。裤子明天都来大妈的直播间，还有里面的这个朋友，还有什么里面的这个小背心儿，最里面这个小背心儿啊，还有外面这个毛衣，全部都是大妈橱窗里的一套。朋友们，看到我老公看我的眼神没？我老公是我的小迷弟啊。灯啊，啊，你 brush my teeth， 开灯，看灯。我老公说的没刷牙。好了，我老公要进去刷牙。Go one box the cold one、yeah. 朋友们看看在澳洲买酒都怎么买。到冰柜里面自己随便搬。哇塞，很冷啊。对啊。 Looks nice. Yeah. 搬一箱够喝了。好 ，OK。24，这个玻璃瓶的24瓶，看看各种酒。其实，在澳大利亚开一个这样的酒行也不错。What else do you want, Daddy？ 你看看，我付钱，他就想再多拿一个。OK, take one for yourself.Put it in the car.
我们昨天是前天出去吃饭，他付钱，然后还剩100多，他没给我，我已经跟他要了2天了。他说能不能这100块钱我放着，给小妞买吃的。我说好吧。Daddy, you can buy one box. This box, buy one box. No, no. How much total? 78. 78澳币，这么多。朋友们，我可以感觉到牛爸的心情很好。为什么？刚才他没买酒的时候，我没生他。I said you very happy. You just bought a beer. Yeah, you just bought a beer. Use my money. For everyone else, I don't want to drink. 你看看，他马上说这一箱啤酒是买给每个人喝的，不是他一个人喝。If I try something, I'll try a little bit. That's it. 但是我老公现在真的很棒。现在 I said you very good because you don't smoke much anymore, right?Yeah, 他真的现在吸烟吸的很少，很少吸，你知道吗？那天在跟我表公 ，I used to smoke tobacco relentlessly。那天还在跟我表公，他说，我现在吸烟吸这么少，喝点酒没关系。看看这朋友准备的，对。啊，看看，真的，哇塞，这还弄了是真不错。哇，还这么多喝的，哇塞，这啤酒，看看。看看，这是我朋友自己做的凉皮儿。你爱不爱吃啊？这些东西。你这还是不行啊！我看一啊，他说忘了吗？他要看琴谱，对，因为他才学了1年多吧，他这个水平还不行啊。你学了多长时间了？你看他学7年，我们这才学1年多，他不级别不够。对对对对，再好好跟妈谈一个，让妈拍拍，别丢人。啊。好。Soft drink can be like water, so I have to be careful. 快点呗。So it's a kind of soft drink. It has soft drink in it, creamy soda. I can do one soft easy one. Soda, 好好弹。Very very young.这就够了呀，朋友们看到没？这是这个小区，他们这个如果租的话呢，哈，一个礼拜也要600块。这种房子在澳洲相对于来说它是便宜的，为什么？它是连体别墅，看到没？一栋房子是两家。看，我朋友家弄得很好。It's a pretty big deck here, isn't it? Say hello, Daddy. 你好吗？然后后面一个，然后呢，看看那个冰椅的，我啥？哎，给我弄点凉开水。对对对对。这个给他喂一个。他们不懂哪弄，没看你弄点，直接拌好了。对，就是那些。看看我老公啊，每个人都在倾听他的演讲，谢谢谢谢，开水来，凉开水。It's like this endless cycle of nothing, this being zero.